你们知道吗？孙尚香跟刘备的十只猎人皮肤里面可以看出来，他们俩不在一个时空。因为刘备的衣服后面写着 Time Traveler， 也就是说刘备为了见孙尚香，他跨越了整个时空。我的意思是，对于真正相爱的两个人来说，距离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坐个高铁，买张机票，你少买几个皮肤就有了。他呀，他只是懒得去见你啊。